年出事，新疆话呢，一九三四个年女士就嘟嘟啊刚长回娘家了。我提前忙来第三天，提前忙来开第三天，但系今我有较好，阿无来心肝就无法度通过，未平安啦。所以吼、哦，我甲阮的迄个慧英小姐讲，咱来甲行行 ，take a look， 来看一下，安尼我会放心。其实这三天来，我看遮尔侪少年家。真多真多真多，安尼主动出来参与。我会记哩，阮真高单，伫80年代，是台湾民主运动最上强的时阵。啊，唔过人讲长江后浪推前浪，老兵不死，只是慢慢枯萎。啊，实在实在，啊，看过来，马上拢大家就是无去，心肝真傻逼死。所以看了太阳花迄阵来，我非常爱太阳花啦哈。也未太阳运动，我就是爱太阳花，光起来出光亮，吓、啊。啊，所以我的门窗的卡门，阮家差不多真侪拢是太阳花吼，长不老啊。啊，我是要甲咱大家讲，今仔日。咱大家出来讲，我的小蛋呢，透风落雨，咱拼无走的好无？因为这是一个命运关键的时刻，咱人来出世，一世人爱有一个一个关抉择的时候，生死的关头，连一个一个瓦上的白菜。都较头，国家这些人是咧着起笑哟，着搞笑，去哦，中山到尾收起是无？我讲我唔知咧，你家己想看卖就知啊。含我我三个拢会安尼气心落命，所以咱人出现在世间，唔是要赚偌济钱，做偌大大官，留偌济财产要予咱个子孙，唔是。绝对不是，咱们要留一个什么款的社会，予咱的子孙，一旦无外久就拢会离开这个世间，予一个公平、公义、和平，会当予咱的子子孙孙一代一代安尼传落去，才是真正有骨气的台湾人。咱台湾人讲一句话，拜托恁这些查甫人。我们这些秀秀的，不是我们这些旧旧的，安尼你听无吼？这句话野路野路吼，咱台湾人的迄个话听真切。我是这用我12万元的身份，拜托咱大家啊，恁有啥物是冤枉的啦？我是我今天奖金，即马是感谢唔得服务，恁会当写个字，今年都带恁来冤枉哦，别个控制吼。啊，真是真无用！咱台湾无公平的事情，当然，每一个国家的社会没有一个完美的社会。唔过，咱有真心安尼来打拼，予咱的台湾搁较好，留落予阮的子孙一个公平正义。我是基督教的耶稣的学生，伊讲让和平、公平、正义、仁爱。亲像登楼的干水，滚滚不息。愿上天保佑咱大家平安顺利。我最后就是这歌戏，我最爱歌戏哈。我给你表演啊！啊，这歌词不是我写的啦，吼，我给你讲讲。哎呦，一来年过了啊，当个当个，那里当当，又啊一年。当天也过了啊，又会春啊，天啊，哪里老难缠，哪里难缠，啊，长地的树啊，青青的枝啊，今年来听着。
风啊雨啊，一年听到个大风雨啊，一年听到是大风雨，台湾人要出头气，最后什么大家也好有气，咱做人小把力，输拢风霜输输水，祝大家平安团团圆。海贤妈妈自己就是一个色欲，色欲的是自己就是一个人权捍卫者。还有在座的各位关心民主、关心台湾前途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立，我少年的时阵差不多26岁，到国民党也一关。他的罪名是，是很简单，跟刚刚黄华前辈比起来，真的太小骗子，然后太小咖了。我只是在国中的课堂上跟学生说，反攻大陆没有希望。如果现在想起来，我这样讲不是一个先知吗？对不对？就这样子被判了7年。后来因为老蒋去世，减刑，成为4年8个月。我在1977年出狱，1977年，在咱台湾的民主发展是运动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今年的年底12月，发生了什么事情？中立事件，1977中立事件。吴乃泽老师五家十分吹台湾最好的年代，他就认为1977是台湾的整个民主运动开始蓬勃发展的一个开始的年代。你这个用的鼠标来对愤怒的人民，不止烧掉了一个警察局，愤怒的人民也烧起了我们许许多多台湾人民对过去党国威权统治的恐惧跟害怕，当然也燃烧起了我们许多台湾人民对于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那种信心跟勇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代，这样的一个事件也当然促成了或者催化了当时的党外运动，以及许许多多的教会运动，在街头风起云涌。所来过十年来底，我自己啊参与其中的地球场在街头运动，在街头听着一听下去感慨，这种是会悠闲静坐，然后。时间来到1992年，1992年，你在台湾民主运动中嘛，真重要一个年。今年是啥物年？今年就是过去40几年，咱未当改算的国会，是1992年开始，可以让全民来改算，打破了过去所谓的万年国会，但是真不行啊。这个万年公会怕垮了很多很多过去国民党里面反对民主化、阻碍民主化，很多过去国民党里面依附在向党国的统治、顺从，甚至跟他们协助他们推动这样的霸权的这种统治的一些人，也就是说一些国民党的一面，他们进入，陆陆续续进入了国会。更可恶的是这一届的国会，这改国会呢，国民党在发表号称他们要为台湾带来新政治，但是事实上他们都一直在私心自用的民众党结合在一起，要来忽略了程序正义，要来不管你的所有的公开的讨论，没有经过一个民主程序，他们就要强行
要来扩张他们的权利，要来所谓的要推动几个法案，这个事实上他们的习性是很邪恶的，其实你的心我惊吓哦，其实他们就是主要是什么呢？制造我们的对立，制造我们的纷争，让我们的社会不安定，公然也要瘫痪国会，瘫痪政府的行政，事实上都是来阻止我们，阻碍我们这个台湾的进步跟发展。也许今天三读会有很多通过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觉悟，不仅仅给他一年啊，不仅仅是几十年啊，可能这耍来几十年来的，尤其是四年来的，但我们必须像过去这几天一样，要继续结合在一起，继续展现我们的抗争的意志，但展现我们维护民主的那一种动能。海明威的《老根遗海》里面有一句话说，他的一切都是老的，但是他们没有被打败。各位刚刚有看有听到黄华在讲话，他是我的政策犯前辈，他关了二十几年，刚刚也看到田妈妈妈在讲话，我们以前都曾经在街头奋斗过，我们现在都老了，但是如果各位愿意走在前面，而且我也拜托各位在座的，尤其很多的青年，请你们走在前面，站在前面，我们虽然年纪老，我们会努力跟随各位，在各位的后面，由你们来带领，我们一起奋斗，一起守护民主，守护我们这个国家，守护台湾。谢谢各位，大家一起来。我无扣心，我真乐观。尤其这几天我看电视，阿哥，这礼拜五我有来到这，甲济南教会遮，阿哥，刚才因火车人遮多，我看到真侪咱台湾的少年人，伫路边等着我，拢足好咧，啊，足客气。啊，搁看到咱的少年人，拢真愿意安尼共斗相共。啊，搁人是客家呢，足客，但是人若要过，拢会留一条路通过。咱迄天拜这个礼拜五，我看到讲，咱台湾人少年人啊。他是有够赞，这个是个啦，咱台湾人、台湾少年的一个社会传统，我甲大家讲，在日本发生的新的时阵，尤其台北市、高雄市、台中，真济这大都市的所在。一是交通，一是特殊，拢咱台湾的少年啊，二十外岁左右，十八九岁、二十外岁左右，一是较少好的，你考拢竞赛，一是更加好。拜五，今日拜五，菩萨予我看到，咱的台湾囡仔会去世界上最赞的优点走出来，注意。咱是不是噶？咱台湾人啊，乌鲁帕婆子，有些只我看准，咱台湾无问题啦。安那无问题？即马看足侪人烦恼，尤其外国人特别烦恼，讲哇！啊！恁台湾，迄、那个国会，恁台湾民主是
世界上的战犯呢？恁台湾在戒严时期，去维权统治，地势恐怖，话台就台，话关就关。恁台湾人有做清楚噶？起码这个民主的这款就是世界战犯，但是哪会迄国会在乱？吼、哦，大家足惊。但是我安尼看，基本上看到顶礼拜五，大家免惊啦。咱台湾这样人，台湾人，这个少年第一勇，第一好，哦，这款的精神，咱一定不丢。都看基本上，大家安尼，你来家讲话来讲出这个，正正大家拢了解。咱应该是分七拜这个国会，从爱护卫，你提案就爱护卫，案就爱委员会去讨论，啊，做个协商，啊，结果拢无。好，把咱拢包起来，啊，我们咧交关，啊，但唔知内容是物件，安尼先做。你经过迄、那个，你碰面碰安尼，又不会安尼碰过，足乱来。我这里。人家讲吼，做主意，我看讲今日这个情形，我顶礼拜，顶礼拜我有来遮看啊，看人安尼有够多，哇！咱来，大家来看，这个今仔日咱就来坐咧，是啊。我南边来坐咧下骹，啊，同款来看一下，来，咱这个空气啊，好，啊，应该来重回这个刚才你咱们这个。重回这个宴会啊，不是重回重审啊，这个李大呢，无讨论啊，无蛮改的啊，你来用心一件，他就安呢比较重回哦，胡闹哦，重回这个。宴会啊，不是重回重审啊，这个北大呢，无讨论啊，无蛮大的压力，来用心一点，啊，就安尼比较通过哦，胡闹哦，多谢你，我大家，啊，大家放下安就好，多谢。